我命你立刻找到我的继儿。您的话，在下听不懂。你装什么糊涂？卢凌峰就是我的继儿，他为深入鬼市遭遇魔王，如今音信全无。我要你立刻找到继儿，我要他活着，我要一个完好无损的继儿。 这盛大的王朝，正如没人不热爱伟大的长安。看，一切祥和明媚，繁华如梦。越是花团锦簇，它的阴影便越深幽难测。绚烂的大唐就像面镜子，一面歌舞升平，而另一面。 鬼影幢幢，大胆！这可不是我说的，此乃恩师狄公语录。我知道你是狄仁杰弟子，记着，以后少在本将军面前炫耀。哼！你听着，前任长安县尉武大起莫名溺死，我去现场勘察过，有诸多诡异蹊跷之处。你若真有本事， 就尽快查明真相，别让武县尉死得不明不白。了然，此乃你职责之所在，本将军会监督于你。了然。哎，过来看呐，船的新娘又站在棚外去了。 你怎么才来？我的马，慢。县尉，验尸。记，是。 中郎将已经验过尸了。此话何意？裹尸之红布被人揭开过。哦，这是僧人们发现的。不揭开红布，他们又怎么知道是一具尸体？既如此，为何又把红布裹好？莫非中郎将是想试探我？我倒是没有这份闲心。 查案之要，首先在于掌握死者的原初之态。这个后园虽未必是其遇害的地方，但肆意翻动尸体，会大大的妨碍验尸之效。此地乃我长安县所辖，发生命案，本县尉若查不出元凶，自会上报大理寺。而金无畏 负责的是护从天子景巡长安。中郎将，你越权了吧？你说的没错，但长安县难道不正位于京城之中吗？这一年来，京城此类命案频发，本将军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命案的背后真凶。 企图危害朝廷，甚至是当今天子，难道我不该查吗？此类命案频发，下官今日到任，为何没有看见旧案卷宗呢？那是你们长安县的事，问本将军问得着吗？好好验尸查案，别顶着嫡传弟子的名号。 丢了狄公的脸，走。是。
死者着喜袍，应该是个新娘。来，把她翻过来。方向，就是那开路神。方向原为殷纣王殿前大将，出征时的先锋，后来被传说演化为丧葬驱鬼时的开路神。按大唐礼制，四品官员之上才可使用方向，寻常百姓不可善用。即面具深陷死者肌肤，与人脸已合为一体，凶手杀人之手段可谓诡异可怖。裴侍郎请留步。哦，三位先别急着走，我想请诸位喝点好东西。近日啊，被小女闹的是心神不宁，若是不喝上一点，恐怕是彻夜难眠呐。裴侍郎是想请我们喝长安红茶吧？正是。我听说这茶贵得很呐，铜钱那是绝对买不来的，三锭银子只能买一两茶，有时候还得用金子呢。哎，我可是用自己的积蓄买的，我今日啊主要是为了请苏县尉，你们两个人是跟着沾光。那是是是。哎，去走。将军，施主找到了。你的？啊，是啊，多谢将军。大唐市面上只流通铜钱，你这金饼一般官员都没有，想想什么时候漏的富被飞贼盯上，以后好长记性。那一定是在东市买长安红茶时。长安红茶啊，你买到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想到这仙茶在长安也是千金难求啊。放肆！谁说这是仙茶？我在洛阳早已听说京城盛行长安红茶，达官贵人竞相购买，圣人公主都在享用，所以我才……胡说！这茶呀，原料稀缺，制法独特，老年人喝了筋骨自舒，精神矍铄，青壮年饮之呢则阳气四溢，精气无限呐。据说长野还可登临仙境与神人共舞啊。我也听说了，没想到今晚竟还有如此口福啊。来来来，苏县尉您先请。多谢裴侍郎。苏谦啊，如此幽静的小院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长安县为您准备的寓所，就是之前那个死了的县尉住过的。我听说这个武大奇力大过人，曾戍边立过军功，正值壮年就溺亡于此，这处寓所不吉利啊。凡害怕不吉利的，皆因深陷迷雾，一旦水落石出，恐怕只会惊讶，真相其实离我们很近。苏县尉，哎呀，袁县令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是担心你啊，昨日啊，你可把我给吓坏了。我一见那茶的颜色呀，这脑袋里就一阵翻江倒海。实不相瞒，无名从小就晕血。晕血？啊。苏兄可是狄公弟子啊，我听说……哎，坊间传说不一定实，可无名晕血一点都不虚，让县令见笑了。如此说来，那你在武功县仍能屡破奇案，
那就更是奇才呀。运气而已。哦，对了，金吾卫的卢将军说，这一年来京城频发新娘失踪案，我想看看旧案卷宗。哎，别提了，前任县尉吴大起意外身亡，这雍州府、大理寺、金吾卫是轮番来人，他的住处、办公之所都被翻了个底儿朝天呢，所有卷宗皆被抄走，至今无人归还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周郎将，昨夜我见到你了。在哪儿？在一幅画上。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，你可认识？不认识。哎，周郎将，你这是刻意隐瞒。你没正事可做吗？昨夜那具女尸，你查清楚了没有？正在查。新娘出阁之日失踪，继而被杀抛尸，类似案件一年来时有发生。你身为长安县尉，不抓紧查案，竟去攀权富贵，还看什么画？急了？那说明你一定认识喜君小姐。说说说说，你跟喜君小姐之间无聊。狄公一世英明，怎么收了你这样的徒弟？那新娘子心动，金吾卫已令其家人去认尸了。多谢中郎将。我的女儿，你爹，我的女儿啊！县尉，死者窦从昨日出嫁，那新郎住在明德门外15里的镇子上，窦从所乘之马车行驶至半路，马惊后失踪。认过尸了吗？面目虽已无法辨认，但耳后的红痣和腰间的胎记都对上了。你可是新来的县尉？正是。你一定要给小女伸冤报仇啊！老人家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凶手就是宋晨。这位是犬子窦玉林。我一直在家等候新娘，如何成了凶手？你若不扔下我姐姐先行，她怎么会惨死？此乃大唐的风俗。什么风俗？一定是你的诡计。你，窦玉林，听你家下人说新娘的马惊了，你并未去追，那你去哪儿了？这与我姐姐的死没关系。回答本官。我喝闷酒去了。你姐姐嫁给宋柴，你不高兴？当然，都怪我爹，我姐姐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败类。你，苏县尉，就算宋柴不是直接凶手，也一定与我姐姐的死脱不了干系，请县尉明察。你先出去。哼，你，苏县尉，昨儿他真的死了。昨儿没来，我以为是窦玉林从中作梗，把他姐姐又带了回去。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父母双亡，家道中落，窦家早有悔婚之意，特别是窦玉林屡次出言不逊，若不是岳父大人做出，从而又对我情真意切，哪有昨日之婚事？苏县尉，你一定要抓到凶手，为我娘子报仇啊！本官知道了。苏县尉，请。县尉，命宋禅每日辰时来一次县县，报告他的行踪。您这是？我怕他畏罪潜逃。不可能吧？他是新郎。此人是赌徒，
绝不可泄露。钟郎将，你，钟郎将，我。妨碍我办案，我要去状告你！你一个小小的长安县尉，到哪儿去状告本将军？我到公主那儿去告你！你什么时候攀上了公主？你管不着！苏无名怎么也会在？莫非他早也知道那宋差是赌徒，一直在暗中监视？此人被金吾卫射杀，我亲眼所见。你不用在这儿装模作样的掩饰了。我只找到这支致命之剑，却没有发现空矢之剑。钟郎将，不该给我个解释吗？解释什么？如果我没记错，陆遇犯宵禁之人，金吾卫应首先空衔警告，若其仍即走，则射其脚下再行警告，还不停步，才有权当场射杀。请问射死宋柴，金吾卫用了几箭？此人与窦女案关系重大，我本欲生擒，可是却被金吾卫直接射杀，这是何意？苏无名，你小小长安县尉竟敢指责金吾卫！卢将军威风，想必是觉得金吾卫是离天子最近的人，既离天子近，更当为天子分忧。倘若假借天命颐指气使，大胆！放肆！我苏无名虽只是八品县尉，却是大唐正官。你官阶再大，不过护从，此乃堂堂长安县县，岂是尔等武夫逞凶之地？还不退下！退下！射杀宋柴，金吾卫确有不妥，但情急之下，并非故意为之。你也不用抓住这点事，大做文章吧，苏大县尉。哼！宋柴是赌徒，你也有所察觉。当时我发现此人右手食指和中指生茧，便推断他的拇指指肚也应该有老茧。只有常年沉迷于赌方的老赌徒，这三个手指上才会生出老茧。既如此，你身为长安县尉，为何不把他抓起来审问？此人虽有嫌疑，但绝非凶手。我本欲顺藤摸瓜，那两个持刀行凶的贼人，你可审了？正要审。饶命啊！我们说的都是实话。宋柴早就带我们去验过货，我们才出了那么大的价钱。验货是何意？
我二人就是人贩子宋晨，对我们看的窦家小姐确实如花似玉啊。本打算反到东都赚上一笔，没想到被宋晨给骗了呀。说好的宋晨的队伍一走就是他家里领人的，没想到整整等了一夜，新娘根本就没进门啊。县尉，这窦从的尸体也该存入冰室了吧？不急。你看，周身上下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还真是，一点臭味都没有。何止不臭，香气至今未消。是凶手用了防腐的香料。这香料很特别，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味道。长安城天子脚下，果真是无奇不有。这就是我们西市署所辖的长安西市，东西两市都有220号，因达官显贵多聚于东，古那边相对更为规整，且多手工之业。西市则花湖杂处，是胡商集聚之地。从西域乃至更遥远的地方过来的香料、珠宝以及各种珍稀之物，都集中于此。说起来，我大唐本土香料不多，西市所收多异域之香，诸如苏合、安息、黑沉、青木、紫藤，这里应有尽有啊。来来来，这家香店在西市上还颇有些名气。县尉，这可是西市最后一家香店了，我看你依旧不满意啊。实不相瞒，我在寻一种防止尸体腐烂的香料。啊，县尉说笑了，世上哪有如此香料啊？当然有，没有我就不来寻了。看来县尉是在查案。西市上肯定没有，除非……除非什么？县尉所说的那种香，除非在鬼市上。鬼市？那地方去一次，伤一份阳气，还是能不去就不去吧。车找到了，在明德门外35里的一个村子。北蒙，长安县那边也得到了消息，要不要等苏县尉一起啊？等他做甚？为了赌博，竟连自己的新婚妻子都卖，真是人心叵测呀。可惜啊，宋柴犯了宵禁，已被金吾卫射杀了。杀得好，苏县尉才刚上任就破此悬案，袁某要为你请功。哎，此案的真相绝非如此简单。宋柴虽可恶，但他并不是凶手。哦，刚刚得到消息，新娘的马车已经找到了，相信定能据此查出重要线索。将军，您要治罪，就治我一个人吧。您何罪之有？啊，把那匹马的肉分给大伙吃了，那都是我的主意。套车送新娘的马，
一定是精挑细选，就算你们不用，也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。为何要杀个吃肉？将军，那马它不是我们杀的呀，发现这辆车的时候马就已经死了。怎么死的？好像是内死的，浑身都是汗。不是汗，是血。马身上到底是汗还是血？苏明，苏明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水不深，淤泥也不多，前任县尉武大起居然溺亡于此，着实蹊跷。我在水中试图体会他弥留之际的感觉。哎，你简直就是个疯子。中郎将还真点醒了我，武大起当时一定处于疯癫状态，否则怎么会在这里溺亡呢？上来，赶紧上来，我有事要与你说。血汗，汗血，莫非是有人在马上动了手脚？当然，都怪我爹，我姐姐就不应该嫁给这个败类。新娘窦从的弟弟窦玉林，啊，请。卢将军，苏县尉是否抓住了凶手？窦玉林何在？公子，公子，您看这，玉林近日悲伤过度，夜夜哭泣，应是睡着了。早上我来过，看着公子喝了一碗粥。把门撞开！啊，公子，公子！啊，公子，公子，不好了！啊！儿啊！主人，先把老人家扶出去，也不许老夫人进来。是，慢点，慢点。早上喝过粥。凶手应该走了不久，顾庄，快追！是。中郎将也看出他不是自杀了。自缢之人，眼闭而唇开，翼在喉上，舌抵齿；翼在喉下，舌多出。而他，还有手。自缢之人应该双手紧握，而他。看他的样子，应该是先被掐死后被吊起来的。你还真挺厉害的，一眼便看出那个丫鬟和窦玉林有私情。窦玉林早就知道宋柴是赌徒，不想让姐姐往火坑里跳，怎奈窦从非要坚持履行婚约。无奈之下，窦玉林打听到鬼市有一个叫阴尸郎的无所不能，便携重金前往求助。可这个阴尸郎收了钱之后，却掳走杀害了窦从，又杀窦玉林灭口。现在只能说，这个阴尸郎嫌疑最大。探查案情，在一切未水落石出之前，最忌讳说毋庸置疑的话。看来鬼市是非去不可喽。鱼，鬼市上牛鬼蛇神，危机四伏。你一介书生，敢去吗？你这叫什么话？我苏明乃长安县尉，手底下还是有些精兵强将的，区区鬼市，本县尉有何不敢去的？
进。丙县尉，我媳妇儿马上就要生了，上回就难产险些丢了命，这回请了最好的接生婆，我得在家看着。我眼睛不好使，一到夜里我就啥也看不见。苏县尉，我不敢去，不敢。连个借口都不找吗？实不相瞒，武县尉曾带我等多次前往鬼市追踪逃犯，还在那里击杀过数名亡命之徒。可回来后不久，武县尉就跟着了魔一样，最终您都知道。这么说，你们都不愿意跟我去？我就是问问，那种地方我也不会去的。您在干什么？过来帮忙。杀了人，又使用香料，让死者的尸体不朽。哼，这实在是太蹊跷了。反正也要去鬼市，就顺道去找寻一下这香料的来路。你要去鬼市，带多少人？谁也不带，我一个人去。县尉，你怎么跟来了？听说这里常有鬼怪出没，老奴不放心呐。哼，这世上哪有什么鬼怪？长安城乃乾隋宇文恺结合城中六道高坡，运用乾卦六爻之象所设计。九二之位在天子所居的宫城，九三之位则是大臣办公直宿的皇城，而非常尊贵的九五之位建玄都观兴善寺以镇之。哪知隋末玄都观旁边的洼地竟越陷越深，成为一个地下世界。至我大唐以来，宵禁森严，一些无家可归之人，做晚间生意的买卖人便聚集于此，俗称鬼市。小丫，县尉，我听说这里还有很多逃犯、杀人越货之辈、穷凶极恶之人，您可要小心了。没什么好怕的，当年我追随恩师狄公之时来过多次。啊，这个人是鬼。
小雷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他刚才喊什么呢？鬼？哎，奇怪，怎么没人呢？你不是在殷侍郎这里买过红茶吗？看看是哪一个，你若认准了，我便不治你倒卖红茶、谋取暴利之罪。好，这也看不清啊。放下来。苏仙妹。钟良家又见面了，你快把我们放下来吧！你在这儿捣什么乱呢？哎，你这叫什么话？窦从遇害，窦雨林之死，这殷侍郎都有极大的嫌疑。本官是来查案的，怎么能说是捣乱呢？那你查出来什么了吗？不，暂时还没有。苏明啊，你身为长安县尉，抓不到凶手也就罢了。还破坏了我们给奸人设下的圈套，你是废物吗你？你小吴，不得无礼。今日去窦家，我还真对你刮目相看。现在想来，不过是比我会察言观色而已。你就跟狄仁杰学了这些啊？我看你还是上去好好看我怎么捉拿真凶吧。嗯，那个钟良将，还是把我们放下来吧。我还能坚持，可是我那个仆人他上了岁数，老这么吊着他吃不消啊。打起来！哎，把我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、你们太不像话了，竟敢如此对待长安县尉！县尉也算是个官吗？连会抓耗子的猫都不如，还拿自己当老虎？胡说，哪来的老虎？好像是真的是老虎。钟郎将，你愣着干什么呀？持刀杀虎啊！罗凌芳，你真给祖上丢脸！出去了，哪有什么老虎？可是我们刚才明明看见。你看看地上是什么？那明明是几张老虎皮拼在一起，幻术而已。幻术？苏明，你是如何看出来的？你听说过这世上有这么大的老虎吗？若真有，那长安鬼市早就白骨成堆了，哪还能见到一个活人？我堂堂金吾卫中郎将，竟被妖人用幻术所骗。
快去把小五还有茶贩子追回来。是，等等。众郎将，我刚才之所以不让你跳窗，就是因为刚才那两个跳窗户的人恐怕凶多吉少了。你说什么？妖人使用幻术，就是逼着你们向窗户外跳。操控此术，小人肯定就在附近。速逃！是。先生没有到吗？有什么事吗？裴公精神不佳，可是没有睡好。唉，老夫已是知命之年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这喜君就是我的命根子。他疯疯癫癫的，非要嫁给已经过世的萧将军，难道我这堂堂的吏部侍郎，答应女儿的冥婚不成？昨晚我喝了整整一壶长安红茶，也不得安寝。恕无名斗胆直言，长安红茶还是不要再喝了。这长安红茶乃是茶中极品，连公主殿下都在喝，我为什么不能喝呀？我怀疑此茶中含有违禁之物，是否继续饮用，还请裴公三思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日你喝醉之后，将上好的红茶看成了血，把自己吓晕了。你总不能因为个人的好恶就妄自推断吧？裴公饮茶之后可曾入过幻境？您可以不必回答。无名今日登门，就是特意来提醒此事，并非为了报答提携之恩，只是因为恩师狄公曾对我说，裴侍郎厚德而博学，是朝廷之栋梁。裴公请留步。嗯。哦，对了，上次见到喜君小姐画的萧将军像，真是惟妙惟肖。想必裴侍郎对这位萧将军一定很熟悉吧？小的时候见过几次，后来萧尚书告老还乡，我就没再见了。那喜君小姐是靠想象画的画？哦，那倒不是。萧将军进京面圣，在长安停了两日，但是并未来拜见我，也许是军务繁忙。哦，喜君却背着我在外面设了酒宴，被他践行。我大唐人人年少，处处五岳，况且他正值豆蔻年华，又与萧将军有婚约，两情相悦，我就没多过问。啊，明白了。行。酒了，娘了，陪我好酒。好
了，众郎将，是我被妖人幻术所骗，是我害死了小五。苏明，你是来笑话我的？我被骗了，你却能识破？看来狄公当年收你为徒，拒我于千里之外，一点错都没有。我是废物，我就是废物，我是名副其实的废物。众郎将，不必自暴自弃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屁话！众郎将，众郎将，息怒！哎，息怒！哎，给你讲个有趣的事儿。苏某略费周折就查到，明威将军萧伯昭是你表兄。你查这个干什么？好奇而已。听说萧将军身高八尺，手使一条亮银枪，两军交战之时，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。胡说！他如果有这般武艺，怎么可能命丧西域？他使的是双剑，身高不足七尺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裴侍郎之女裴喜君画的人，并非萧将军，而是中郎将你。苏明，你身为长安县尉，放下命案不查，却在这戏弄本将军，不阁下你的头颅，更待何时？急了，看来是真的。何事？太子口谕，命将军觐见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哦，中郎将回来了。哎呀，哎，未与将军告别，我怎能自行离开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长安县找不到的旧案卷宗，你这儿却有不少。虽然记载未必详实，但对探案是有帮助的。这些并不是公文卷宗，而是我自己的记录而已。看出来了，上面还有一些你对案情的假设和分析，有的非常好，有的嘛，就是无稽之谈了。苏明，这里可不是你的长安县县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哎，哎，庄郎将。我不能走。记得我出来长安的时候，你对我说，我的前任五县尉死了蹊跷。最近我查到了，五县尉生前也一直在喝长安红茶。好了，红茶一案，你去拘县尉，不用管了，专心去查你的新娘命案吧。每个月都有新娘失踪，再这么下去，长安的百姓都不敢嫁你了。命案当然要查，可我就是觉得这长安红茶颇有来头。哎，要不咱们联手吧？苏明，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？太子殿下命我彻查长安红茶案，你掺和什么？出去，别等着我轰你走啊！你这里记载的十分清楚，新娘失踪始于一年之前。而长安红茶也是一年前出现在市面上的，失踪新娘几乎每月一个，而长安红茶也是每个月和每个月价格不同，这里面也许有必然的联系。你再不走，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好，我走，我走。中郎将。县尉，您这是在……哎，真是有心之人啊！您说的是谁呀？卢凌风，那个中郎将啊。
一身的傲气，看着就让人害怕。哎，可不能以貌取人啊！新娘失踪案，长安县并无卷宗，可在卢林峰那里却记录得一清二楚。至今为止，已发现四具尸体，分别在长安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。我怀疑凶手抛尸是故意要让人发现，此杀戮也是在完成某种仪式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我画的那几个地方还能找到尸体，当然没有那么简单，需要仔细搜查，甚至是挖地三尺。中郎将早。中郎将印堂发黑，想必是一夜未睡啊。还会看相？说，你是怎么推断出那八具尸体位置的？可是狄仁杰传了你什么绝学？哪有什么绝学，只是觉得此案蹊跷，便找了几本民间流传的志怪杂编翻看，看着看着就猜出了一些端倪。中郎将若不嫌弃，也可以拿回去看看，挺有意思的。哦，我忘了，中郎将乃范阳卢氏出身，士族大家对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屑一顾。哼，我倒要瞧瞧这上面到底记载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渴了，倒碗水来。中郎将来了，岂能以水待客？我有好茶哦，三锭银子才能买一两的长安红茶。竟敢私藏妖茶，你哪来的银子买的？中郎将，这是我的寓所，就算你要兴师问罪，也得让我体面一点吧。看来中郎将是没喝过长安红茶。当然没喝过。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你都不知道长安红茶是什么，这案你怎么查？很贵的，待会儿中郎将得付我钱啊。我没喝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刚才你说口渴，我是专门给你泡的茶，你不喝也得付我钱。你穷疯了吧？你说的对，无名确实穷，关键是还欠了钱。可是买长安红茶欠下的啊？那倒不是，总之反正是欠了钱。中郎将俸禄多，你一个人又花不了，先匀给我点，我有急用。哎，县尉，真给啊？我苏明岂是言而无信之人？把这吊钱，诸位平分吧。太多了，这您一个月的俸禄，我们不敢分呐。这些钱对我来说的确很多，但对中郎将来说九牛一毛。中郎将可是大名鼎鼎的卢林峰将军。然也。这么说钱是卢将军赏的？然也。君无畏高高在上，卢将军又是太子亲信，怎么能赏我呢？莫非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？然也。长安县尉苏无名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
长安县尉苏明见过中郎将，怎么？嫌我钱给少了，又来讨要啊？非也，我是来送兵的。送兵？啊？我金吾卫兵多将广，但若要彻查鬼事，中郎将现在恐怕调不动兵了。苏明，你在我身边安插了奸细。 中郎将已率大军查抄东西两市，接下来就应该是鬼市。可迟迟未动，难道不是因为无兵可用？好，就算被你猜中了吧。但是，你又哪来的兵送啊？长安县捕首一十九名，愿听中郎将调遣。其实吧。 加上我正好凑二十整，可我一介书生去了，恐成中郎将的累赘。中郎将，中郎将，快随我从地洞里跑！放箭，别让他们从地洞逃走！快走！ 给我追！哎，让您放了，你这没事吧？你这书生来此所甚？我这儿可不安全，你们俩跟着我跑啊！啊！ 现在可以随便大声说话了，没人听得见。哎，不对不对，中箭的留下，你必须离开。他一介书生，出去便是送死。但是他留下来，我害怕呀！你没见我浑身发抖吗？一要出去，什么？ 反正不怕你，我这命是你挨了一剑救出来的，你肯定不会杀我。你就别吓唬人了，他就不一样了，他非人鬼也。可是因为我身上的味道，你看，他承认了吧？世上哪有鬼，在我胡言！哎呦！ 我原来也不信有鬼，但他浑身的返魂香的味道，由不得我不信呐！你说的可是这个的味道？这可是裹着新娘尸体的红布。正是，尸身多日不腐。 我一直在查此相，也正因如此，才与中郎将又在鬼市相遇。在下长安县尉苏明，请问先生尊姓大名？你是县尉？对啊。<笑>我本姓费，没有名字。 只是平生好吃鸡，所以鬼市上的人都管我叫费鸡师。你们要觉得不难听啊，就凑合叫吧。吴明想请教费先生，这返魂香的来历是……哟，忘了，为了救我，你中了一箭，我帮你把箭头取出来。
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可是追兵在外，你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呀。费先生通晓医术，钟郎将，这其实中一箭也不一定就丢了性命，关键是怕那个箭头上有毒啊。那些阴损之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哎呀，费先生的话钟郎将可以不用全听，毕竟他这个人整日在鬼市里偷鸡摸狗的，他的话能信吗？嘿，你刚才还跟我请教返魂香的来历呢，怎么现在就看不起我？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重要吗？就凭你能知道那香的来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西施署后院种的那些奇花异草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你可以去问问西施令康元礼。不要以为你能说出西施令的姓名，钟郎将就信你。嗯，西施署后院确实有奇花异草。嗯，苏明，你就不要用激将法了，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。费骑士，本将军信你，你就帮我取这箭头吧。哎呀，果然用毒了，这下麻烦了，这就不是取箭头那么简单。哎呀，这我们谈谈吧。谈什么？你看，你虽然为我中了箭，但其实也不全是为我，对吧？可现在我却要真真切切救你性命，你不能不报答我吧？怎么报答？老朽嘴馋，最爱吃鸡，钟郎将能否许我每天一只？管酒最好。我许你。去，你獐头鼠，面露狡黠，不可信。钟郎将仪表堂堂，慷慨正义，比一言九鼎。好啊，一天一只鸡，管不管酒看本将军的心情。动手吧。好，有点性子，我喜欢。鬼市都搜遍了，也没有找到卢凌风和苏无名。天亮之后，我们可就无能为力了。无妨，天亮之后，也就是卢凌风毒发之时，这个人以后没法跟我们作对了。可是仙茶存货都被他抄了，还有半个多月呢，那些上瘾的达官贵人等不起啊。那你就放出消息，说本月十八有一批特制的极品提前上市，只能以金来预定。至于价钱嘛，这次可以多涨一些。莫非这一切早在仙长的计划之中？苏县尉，你还真是个细心之人呐！哎呀，不能再睡了，再睡，你们想要离开鬼市，就不那么容易了。钟郎将，醒醒！你躲开！不可用力啊！弯了一大块肉呢。钟郎将，放心。金吾卫钟郎将卢凌风，谢神医救命之恩。神医二字，我可受不起。哎，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一夜之间康复如此。
你就是神医，你受得起。我最讨厌别人这么叫我。哎呀，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，夜探鬼市，为兄担心得很呐。夜探鬼市？怎么？难道是谬传？在下确实自作主张，将属下19人派给了金吾卫，请县令责罚。哎，这不怪你。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，他来要人，谁敢不给呀？那些人我都见到了，并无伤亡。我担心的是你。我？啊？我昨夜贪杯，睡得早了点，莫非误了什么事儿？胡说！昨夜我见长安县捕手尽数而出，便亲自来此间寻你，你根本不在呀、啊。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？贤弟呀、啊，你我都兄弟相称了，你竟还瞒我！哎，小弟不敢。只是两探鬼市，案情一点进展都没有，又险些丢了性命，实在是难以启齿啊。我为长安县令多年，手下6任县尉，除5大起之外尽皆升迁，但论才略和胆识都不及贤弟。你本就是公主亲自推荐入京，办案更是不畏风险，亲力亲为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日后还要多多提携于兄。哎，您说笑了，卑职愿意一直跟随县令，为县令马首是瞻啊。幸亏你鼾声起得晚，若再早些，我就更尴尬了。走了。嗯。我就说我不愿意留马，你还偏不让我走，现在又嫌我打呼噜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，赶紧起来跟我走，去拜访西施令。苏县尉，啊，康令去巡视了，我去请。不用了，我在里边等他。啊，苏县尉，老飞，苏县尉，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。哎，我跟您说，这里后院很漂亮啊。这些花草都是康令种的，正是。哎，苏县尉，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？您看这里好，我就喜欢花。嗯，真香，沁人心脾。返魂香就是这花做出来的。你这么肯定？你不信我？行。可那日我跟康令提返魂香的时候，他装糊涂的。那他也可以继续装啊，毕竟口说无凭，康令也不会认啊。这还不简单？弄几只这花回去，我做出返魂香给你看。怎么把客人带到这里来了？康令，我。哎，康令息怒，这里香气扑鼻，我是闻香而来。苏县尉有何公干？啊，那日劳烦康令了，今日前来登门拜谢。客气了，走吧，到屋里说。哎，康令，你这花真香，我之前好像没有见过这种花，能否赏我2枝？这花虽种在西市署，却是替别人种的，我做不了主。什么人这么大面子，能让康令替他种花？是个商人，说了
你也不认识，走吧。长安县与西市署唇齿相依，日后还请康令。康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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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到一个偷花的贼！什么？走走。是司无名，你不是来道谢的，就是来偷花的。来人，打这个贼！来，稍等。康令，息怒，他不是贼。哼！这，我一眼没盯住他就偷了花，还不是贼？我想啊，他肯定是见我爱花心切，想给我取几只而已。苏县尉不用解释了，给我打！打！康令，他是我的人，放了吧。怎么，康元礼？金无畏的面子都不给吗？那倒是不敢。陆大将军，幸亏你来得及时啊，要不然这辈子我再也吃不上鸡了。苏无名他混账！庄良将。哎，这花儿可真好看。康令，送给本将军吧。又是切，又是磨，又是拿火烧，拿你这里当药房了。进来吧，你闻闻。味道相同。哎呀，这不就是一种东西吗？这个红布条就是用这种香熬制而成，只不过我这个工艺稍微粗糙了一点。你们谁要是死了，就把这个香抹在身上，可保数月不腐。学会了吧？不用谢我，走了。哎，先生稍等，让先生受苦了。无名，给您赔罪。行了吧，苏县尉，跟你在一起我就要倒霉，咱们以后不要见面了。钟良家，待会儿我再给你换一次药，就告辞了。嗯，我废疾师还是在鬼市上能活得久一些。你一直在鬼市，又怎知康园里的后院里种的花就是返魂香的原料呢？他说的那个什么商人，不就是阴石郎吗？你认得阴石郎？嗨，毕竟都是混鬼市的嘛。这阴石郎自称是鬼。他就是常年用这种香保着肉身的。哦，对了，前两天说是飞升了，也不知道又是为了骗谁。你消息很灵通啊。在鬼市住了40年，能不知道吗？其实鬼市呢什么都好，就是没有太阳，种不了花草树木，所以阴石郎才会去找康元礼呀。这里是长安，六军把守，凡违禁物品想要运进来，何其难也。这返魂香的原料居然是在长安城内种的，那西域幻草会不会也是？西域幻草，庄郎家。苏某大胆推测，长安红茶的主要原料就是西域幻草。啊！怪不得要用金子银子去买，原来就是那个害人的玩意儿。
西域幻草早在前隋就被列入非禁之物，想从外地运入长安，绝无可能。所以我怀疑是在长安城内种的。光天化日，哪有地方容他种害人的毒草？我金吾卫难道是摆设不成？我们长安县就有两处很大的空置的院子，朱雀大街那边的万年县恐怕更多更大，都是因韦后之乱被查封的。这些地方，中郎将可曾带金吾卫巡查过？谁有那么大的胆子，敢在那种地方种毒草？中郎将，大将军来了。裴十郎，你刚才问我到底想干什么，我还没来得及如实禀报，没想到喜君小姐就来了。你本来就在打我女儿的主意。我是想给喜君小姐治病，治她的心病。你能治？我已经有了现成的药方。少在我这儿故弄玄虚。我女儿的心病是萧将军，现在萧将军已死，没有药方能够治他。裴侍郎，就等着看我的还魂之术吧。还得跟您借样东西，就是那幅画，喜君小姐亲手画的萧将军像。这是何人所画？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。苏武明，大战在即，你又替裴侍郎千金，你没事可做了吗？之前新茶上市之日都是在新娘失踪后的第三天，而这一次所谓的特制长安红茶将于7月18上市，之前三天是中元节。若新娘失踪就是为了制茶，那他们打的是冥婚的主意，可这二者之间到底有何关联？断案之要在于步步为营，有些疑惑急不得，所以我刚才让你把温超放了，他已经在口供上签字画押，不想掉脑袋他必会戴罪立功。因为长安红茶，我把满朝文武得罪了大半。听说公主很生气，天子也在怪我多管闲事。哎，怎么，裴侍郎后悔了？不，喜君是我的掌上明珠，只要能救她脱离苦海，我死而无憾。您爱女心切，无名必鼎力相助。我信你，因为你是狄公的弟子，今夜冥婚，你可一定要保我的喜君安然无恙。苏无名以项上人头担保，喜君小姐会毫发无损。不行了，愚兄不胜酒力，我先睡了。我扶你。哎，不用不用。哎，兄长，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。我是说一年之中属金夜阴气最重，当年我追随恩师之时也是要陪伴在卧榻之旁的。可我不是狄公，不敢有劳贤弟。哎，兄长，我是您的属下，您对我来说与恩师无异啊。
贤弟啊，你还没走啊？今夜特意陪伴兄长，天不亮我是不会走的。哎呀，你可真客气。不睡了，走，一起喝茶去。可是长安红茶？长安红茶？哼，那东西太贵了，我可没有。且慢，苏无名，一介书生，你们随时都可以杀了我，急什么？长安县尉苏无名。见过袁县令。方向面具是为新娘子准备的吧？摘下来，今日你我坦诚相见如何？苏无名，你根本不晕血。我自幼是晕血的，后来跟随狄公学习断案之术，后来就好了。可那日在裴坚的家中，那杯茶来得突然，血腥之气确实让我有眩晕之感，我只能顺势而为，也是为了不驳裴侍郎的面子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前任县尉武大起死得莫名其妙，旧案卷宗丢失的又不可思议，勤政爱民的长安县令又怎么会如此糊涂了事？所有卷宗皆被抄走，至今无人归还。你就凭这？那日我根据奇门遁甲之术推测出一年来被害新娘尸体的方位，你急匆匆地赶来，却问了芝麻大的小事儿。这金无畏抓起茶贩子来了，结果抓多了，金无玉关不下，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，当如何处置啊？您是在问我？其实你只是想试探我，有没有把新娘失踪案和长安红茶联系到一起？这么说你也是胡乱猜测，这就是狄公教你的本事。那日我在鬼市涉险，袁县令很担心来看我，当时你是怎么说的来着？昨夜我见长安县捕手尽数而出，便亲自来此间寻你，你根本不在呀，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？哦，那又怎么样？破绽何在？
无名有个习惯，如果夜间出门就怕有贼上门，所以待我回去之时，铜钱未动，屋里的香灰上只留下了一串猫的爪印。苏明，看来我真的是小看你了。其实那日在鬼市，高高在上的仙长一开口，我就确定了我的推断。奉信，别让他们从地中逃走。因为无名自幼耳聪，十声辨人从不出错。原来我没有当即指认你，就是为了今日此时让你原形毕露。吉时已到，您该制作仙茶了。这个苏无名就交给我吧。别着急，关于长安红茶的制作方法我还有很多疑问，比如你刚才手里拿着的那可怕的东西是做什么的？让我猜猜。我朝高宗皇帝有目眩症，当时就有御医以头顶放血的疗法治好了此病。你不会是要装什么糊涂？你好歹也是狄公弟子，验尸的时候难道没发现吗？我见窦从尸体存放多日却无尸斑，就已经想到他的血被放出去了。后来我又发现他头顶上有孔，便一切了然。专害新娘是因其有极阴之体吧？相应方位藏尸，以保冤灵不聚而返魂香护肤，才能久戴面具。今乃中元之夜，虽然皓月当空，却是一年当中的极阴之日。我用举办冥婚的侍郎家千金小姐的血，加上每一道工艺都精雕细琢，做成这最为极品的长安红茶。一两茶卖一锭金，也是便宜了。给死者戴上方向面具，是为了给他们的灵魂开道？是啊，我替他们想得够周到吧。你是怕他们的亡灵回来报复你？怕？再过一年半载，长安的大小官吏、皇室宗亲都要靠我的长安红茶来续命，那个时候我就是真正的长安之主，我怕谁？仙长，莫不是那几个人都是废物，一个卢凌风都挡不住？那堵墙由千斤巨石砌成，万夫莫开呀、啊！让他们敲去吧，你去把苏无名给杀了，特制红茶等着上市，本仙长没功夫再听他唠叨了。想做出绝世仙名，岂不知我比裴家千金更合适？原来，你不是需要极阴之体吗？其实我才是。我看你是怕死，胡言乱语。15年前，刺客给狄公下毒，朝野尽知，你不会忘了吧？等等，你知道刺客为什么没有得逞吗？那是因为，当时我跟随狄公左右，每日替恩师尝药，那毒好厉害，我昏死了7天7夜。恩师召神都数位名医救我，令我服下解药后，又以宫中所存之天山奇兰熬成汤，为我沐浴全身以破毒。那汤泉温暖如春，却是这世间最阴之物，故当今天下阴气最重的
便是在下。哎呀，要说裴侍郎对我也算有提携之恩，今日我替换他女儿，救他一命，也算是报恩了。来来来来，把他放下来，换上我，用我的血治你的茶，你想想，那喝上一口，你得多解恨啊！别听他废话，他就是想拖延时间。县令，袁县令，县令在此，你还不快下跪？原来真的是你，身为县令，竟是杀害十二名无辜新娘、妖茶祸乱长安的元凶。吉君小姐。这个就是给你舞刀之人，你放心，他武功盖世，一定能救咱们。苏明，看来裴坚诋毁长安红茶和为他女儿办冥婚都是你授意的，你小小的一个县尉竟能操控朝廷重臣，你了不起呀。原来苏县尉对你早有怀疑，为戳穿你，就是想让你心服口服，你还不出手就行？哼，笑话！你带着这些虾兵蟹将，就想让我认输？十一娘，今夜我们只能大开杀戒了。哼。班头诸位兄弟，原来名为县令，实为醉鬼，拿下他，朝廷定会论功行赏的。等一等，难道你们就不想听听老夫的肺腑之言吗？你身居要职，竟如此无耻，我倒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大唐开国，改弦易张，令我门阀不在，士族凋零啊！我原来乃帝胄之后，贵族出身，却也不得不苦考功名。十年寒窗，好不容易进士及第，在长安县做了官，我起早贪黑，兢兢业业，将朱雀街以西治理得井井有条。可上面有些人，竟以我的腿有残疾为由，将我置于长安县多年，而他们自己却拿我的政绩招摇朝堂，让我成为他们加官进阶的垫脚石。如今我已过天命之年，却仍然是一个小小的县令，还美其名曰京县令。所以你不认命，更不惜用无辜百姓的鲜血来制造所谓的长安红茶，并高价卖出，令人上瘾致幻，以控制各级官员。我的计划谁也拦不住。卢凌峰，你已经被解除了兵权，还不知道少管闲事？为了弥补内心的不平，让那么多人为你殉葬，你就没有一丝忏悔吗？忏悔？以我的才干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又何不可？
等我当上20年宰相，功成身退，我再慢慢忏悔。以君之满腹力气，还想当宰相？呸！你大胆，苏无名！今日我一定成全你，把你做成长安红茶，拿去鬼市贱卖。这怎么还露上嘴皮子了？就是，我的孩子，都打了。四大杀手进京行刺圣后，被擒后关入长安县狱，却不翼而飞，原来是被你欲成大事，必早有图谋。当年为了抓捕幽离四怪，那可是调集了长安城所有的高手，如今就靠你们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，等死吧！杀杀杀，把他们全杀了！是。幽离四怪已经被我杀了2个，你们有什么好怕的？京师鬼案频发，大理寺少卿卢凌风夜探鬼市，遭遇魔王现世，已失踪2日，生死未卜。卢凌风他如今长安人心惶惶，有人趁机散布谣言，试图动摇社稷。此番天子钦点狄公弟子苏无名进京查案，你想抗旨吗？不敢。那就速速上马，随我回京吧。快马加鞭，太子殿下说要在金光门迎你。走。乾陵如何？藏风聚气，山清水秀，可有鬼神出没？苏某是不信鬼神之说的，不知殿下为何有此问？若乾陵没有，那长安便更不会有了。殿下说的对。也不知道这吏部是怎么想的，天子钦点你回来，他们却只给你一个雍州司法参军。殿下，苏某此番回京，当真是天子钦点？对呀。哎，那个守乾陵的叫什么来着？苏无名。就是他，在参天楼胆敢拦朕的路。胆子不小，击破杀司也算有谋，命他速回，侦破此案。苏无名，你的恩师狄公曾多次探破鬼案，更曾挽社稷于江青，如今看你的了。
此放心，苏明定竭尽全力。人带回来了，人带回来了。苏明拜见公主殿下。从乾陵回来颠簸了两个时辰，本应该让你好好休息，但是事出紧急，苏明，我命你立刻找到我的继儿。您的话在下听不懂。你装什么糊涂？卢凌风就是我的继儿，他为深入鬼市遭遇魔王，如今音信全无。我要你立刻找到继儿，我要他活着，我要一个完好无损的继儿。听说那日鬼市上人正多，魔王挥刀凶兽羊蹄，被劈砍踩踏，死人无数。魔王怕胡椒，多带一些吧，上好的胡椒价格公道。哎，魔王怕胡椒，多备一些吧，小心被挖干保命啊。胡椒是什么价钱？哎，那看你要多少了。你有多少？你要全要的话，3块50两的银锭就可给你。多少？那也太贵了吧，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价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看你们呢什么都不懂。哎，我不卖给你们了。哎，别急着走啊，我是这儿的常客，可也好奇魔王为何怕胡椒。卢凌风，你听说过吗？卢，这名字听着倒有点耳熟，他怎么了？若不是胡椒，他哪保得住全尸啊？他死了？哎，别瞎打听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们是要买胡椒防魔王的。哎，对对对，赶快拿银子。那我得验验货吧。哎，这，看，你这掺了多少土啊？你胡说什么呀？我不卖给你了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先生，麻烦看一下，别跑！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你这不是胡椒里掺了土，而是土里掺了胡椒啊！这里虽是鬼市，也不允许你刺充好坑害他人。你们不会是官家的人吧？正是，专捕你这样的贼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！我昨天魔王一来，人都吓跑了。我看满地都是胡椒，想着这回可发财了。你说地上有死人，可记得他的相貌？我的魂儿都被吓出来了，我能忘得了吗？仔细看看，是不是这个人？不是，眼睛更大一些，但没此人英武。地上还有另外一具尸体？没，就一个。救命啊！你真的不该谢我吗？我就想问你一句话，你我并非故人，何须攀附？攀附？苏某不想攀附，只是你我虽不相识，但都各自困顿于低谷之中，不算故人吗？看你脸色，不像困顿之人。掩饰而已。你又怎么知道我在低谷？先生酷爱绘画，名震天下，如今却点睛不成，此为你心中最大的痛吧？那你呢？郁结于何事？
苏某虽立功却被贬，这算吗？官职之事，凡夫俗子。忽被提拔，非因才而被重用，就像被架在火上烤，一步错就会粉身碎骨，这算吗？还是官场之事，真凡夫俗子。苏明确实是凡夫俗子，但若能以此之身为百姓做些事情，或许有一天能被史书铭记。要是实在上不了史书，被那些志怪之书记下也挺好，我也挺知足的。你乃狄公弟子，有些名气，也许会被史书记载，但不会比我凭作品流芳百世更为纯粹。通过诗歌、绘画、书法，被后人知晓和想象，这确实充满魅力。可苏明才华有限，此生恐怕是没这机会喽。但为了青史留名，我这个凡夫俗子一直在暗中努力。对我来说，探破更多诡案，为百姓做更多实事，善莫大焉。你这人虽能言善辩，却也真诚通透。今日之事，多谢了。是人盯着他，但要谨慎。此人孤傲，一旦发现有人盯着他，会有反常之举，会误导案情。阿罗，你缜密，交给你。定不如命。进无畏，按资历最晚年底就该被提拔了，可到了大理寺无妨，哪怕一辈子只做小卒，只要能在中郎将身边，郭庄都愿意。来大理寺不是为我做事，是为朝廷，为黎民百姓做事。郭庄牢记。好兄弟，你看那不是躺着？人呢？我，这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走的时候望天香了。姓蒋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你一定要尽快振作起来。师兄，你怎么回京城了？我是新到任的
大理寺少卿。啊，啊，前面还有个代字。苏明，苏明，哎，年轻几岁，你就是比我跑得快啊！鲁凌风啊，鲁凌风，我就是少放了一点香，你怎么就醒了呢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次对你的治疗方法很特别，主要是为了恢复你的元气。你是习武之人，你要是这次不把伤养得彻底好了，你打架都打不过别人。老夫，哎，我装的是，你为何骗我？这，哎哎哎，松手，快松手，松手！老费救了你的命，你怎么还责怪人家？就是。快把长安日志给我，我得尽快探破此案。哎呀，行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查案，是养伤。给我十天，那个八天也行，只要你乖乖的听我话，我保你浑身恢复如初。你闭嘴，出去。我就不。老费说的在理，现如今你养伤要紧，我就是因为此案才得以调回京城。要想把任命书上的那个代字去掉，还非得在此案上建功方可。要不就把这个案子交给我，也算卢少卿成全苏某。长安日志必须给我，赶紧给我送过来。哎哎哎，你让我去吧，我老贾的武艺虽比不上卢凌风，可对付几个毛贼绰绰有余。既是毛贼，苏某何惧？我老罗随机应变的本事赶不上你，可命贱啊，我替你。每个人的命都是不可替代的，更无贵贱之分。再说我是去谈买卖，有啥凶险的？说得轻巧。哎，哪有银石谈买卖的？里面那几个人，个个都戴着面具，看着就瘆人。面具？嗯，我背了。啊？啊？啊？第一次来吧，要等人家点，点到谁谁出去，守点规矩，别害得大家都得不到宝贝。一并出来吧！今日无货，尔等散了吧！别啊，买家急着要，价钱好商量，我再加一倍也行啊。无货就是无货，有想要的，两日后再来。那可否先付点定金？届时。多给我点货，不可。两日后竞价，进多者得。苏少卿，苏少卿。都看清了，一共四个人，
此四人因互不相识，天快亮了，我们每个人跟一个人少处动手，务必将他们都给我带回大理寺。是。依你所言，那凶兽应是木仆。啥玩意儿？都没听说过呀。此兽蛇头龟尾，生有四爪，常居于树上，遇火则凶，体型巨大者可食人。遇火则凶？那怪头喷火就是为了引来木仆？极有可能。如此看来，我们的对手大有来历，前随余孽也不足为奇啊。何出此言？那凶兽本就是他们养的。不对啊，好像就在这儿，怎么不见那半具尸体？既然那怪头是幻术机关，那么下半截尸体应也是伪装的。若在此地树葬了一大池，那尸体早就被别人发现了。我们再往里面找一找。在那儿。即眼、鼻、口、颈部及头顶均无创口，亦无中毒迹象。水。即左右耳道均有血迹，莫非耳道被刺入了利器？需开颅检验。左右耳各有针状物一枚，长寸三。怎么长安县和雍州府的仵作都是废物吗？是啊，狄郎中是被谋杀的，竟没查出来。黎大池死于8月16日，中秋节参天楼幻术大会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晚半个长安的人都忙坏了，转天各宫榭连轴理事，未能与家人团聚。所以见黎大池没有伤口，也没有中毒症状，就给了个风疾而亡的定论，草草了事。他着急回家呀，这是草菅人命啊！这些当官的，哼！过来帮忙。肝脏已被取出，创口处皮肉并非干白，而是有血花四印，花纹交出，皮肉紧缩之象。这说明李大池被取肝时人并没有死。对，只有血脉通畅才会有这样的创口。换言之，当真插入其双耳时，李大池只颅脑受损，深度昏迷而已。在长安县和雍州府确定其因风疾而亡后，凶手才取的肝。取肝，这就是此针只有寸三之长的妙处。凶手老道狠毒，手段可怖啊！李郎中，叨扰了。老贾，还请在终南山找一个偏僻清静之处安葬，多买些纸钱，好好送送李郎中。
放心吧，陆少卿。那个雷雨之夜，魔王原本想杀的就是他，可孙望是公主提拔的，他的死因仍是个谜啊。你心中不是早有怀疑？不然你为何去马将军府探案？这孙望与孔赫二人不同之处就在于，他是死于陌刀，而安西军将领马雄正是陌刀将。马府的汗血宝马，想来你一定也见过了。骑兵夜袭前，为了不暴露行踪，最重要的就是任贤梅、马果提。单说马果提之外，还当前口束尾，那匹马的马尾就是被束起来的。战马束尾分长束和短束，短束往上打结，长束边边扎起，单独行动时往往长束易如该马。你是怀疑近期有人骑过那匹马？对，但那匹马非常烈，最有可能驾驭的就是它的主人，只是朝廷没有调令，也没有巡边御史的弹劾。那马雄应随部屯驻在西域的拔幻城，我只好将这条线索暂且搁置。其实还有一个疑点，偌大马府没有一个丫鬟，十几匹骏马没有马夫。那你可知先前并非这样？马夫人是在一年前遣散了丫鬟和下人，而孙望也是在一年前频繁上门依马。老范，你就去一趟吧。笑话，天子已传口谕，此事不允许我插手，要去你自己去。我哪行啊，既没有你范阳卢氏的贵气，也没有你的英武之姿。苏无名，你过分了。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我绝不会让喜君知道的。那我也不去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师弟，如今探破鬼案的关键就在马府，还真得烦请你去一趟。师兄在这里先行谢过了。有劳有劳。你亲自做的，那我们得尝尝。一起吧。不了不了，二位请慢用，也要早点歇歇。二位少卿啊，是大理寺的主心骨，可不能累坏了。多谢啊。嗯，好香的馄饨。哎呀，这馄饨太香了，我都吃撑了。我也是。我怎么迷糊了？卢少卿，救我！我怎么感觉我也没有力气了？着了贼人的道，我已经动弹不得。我说，你是不是给他们俩下了慢药雀灵霄啊？别的药我可不敢说，这雀灵霄我可太熟了。人吃了不会马上死，但会伤及双目，而且还会麻痹人的心窍和脉络，不到一个时辰就会变成废人一个。你打不过卢凌风，就用此毒来害他，是与不是啊？说说吧，这两颗人头值多少金银呢？之力稀松平常，我大理寺众兄弟愿擒魔王立功者可上。
张琴，接了他的面具。 他给你的信去哪儿了？这，妖术。 成佛寺揭幕就在明日，你我只剩一天时间了。张潜虽落网，可他并非那杀人的魔王，更可怕的是那隐匿于暗处的万千魔君。